早上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皇帝大典啊，我们等于是来这里啊，遥祭那么中华文化啊最早的皇帝啊。今天的是他每年办一次，那过去大概都是中国时报来，中国时报来主办，今年的祭啊是朱立伦，那我们陪祭啊，包括我在内几位立法委员的一些陪祭啊，主要就是我想这个10月5号央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盛中追远。相传农历3月初3，皇帝亲征建军的日子。为了庆祝台湾的百年文化、民间信仰以及传递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不忘本精神，3号于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第6届辛亥年恭拜新元皇帝大典，结尾仪轨遵循古礼进行，并且邀请到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担任大典主办官，由产官学界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典礼庄严而隆重。而今年我们还邀请到台湾知名的表演艺术学院庄敬高职，为典礼带来震撼的演出。而现场的贵宾呢，也已经纷纷在报道莅临了，预计会有3000名民众来共襄盛举，一同参与辛亥年恭拜新元皇帝大典。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年己亥年恭拜轩辕皇帝大典主拜官朱立伦主席莅临我们的现场。来来来来来，非常感谢朱主席的莅临，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